环传》的角色大乱斗，明化赶着要下班，老照片的亲亲抱抱，甚至各种名人的一些鬼畜。说真的，这种小作坊式创意大爆炸直接让人看上头，流量表现也很猛，点赞量分分钟几万甚至十几万开始，有些账号半个多月就涨粉10W+。想知道这些百万播放的魔改视频怎么做的吗？今天我就教你零基础三步搞定 AR 视频，让你的创意秒变爆款。第一步，打开 Filmora， 这款超级好用的剪辑软件最近又更新啦。只要升级到 14.2 以上版本，你就可以发现一些神奇功能哦，像 AI 战斗、AI 吻戏、AI 逃亡等等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打开 Filmora 14.2， 在右上角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新功能啦。比如 AI 战斗，让角色随便开打，热血又沸腾。我们只需要选择对应的模板，将准备好的照片或图片上传进来，然后点击产生，像前面这样的《甄嬛大乱斗》的影片就完成啦。你来真的。下一个 AI 吻戏，甜的我都快齁死了，谁看了不说一句好会玩？选择 AI 亲吻，同样上传一张图片或照片，点击产生就能一键轻松搞定，分分钟告诉你什么叫做单身狗警告。不玩了，走了。再比如说这个 AI 抱抱，选择 AI 拥抱模型，上传你现在的照片，然后上方这里选择一下拼接模式，在右边再上传一张你曾经的老照片，点击生成，让不同时期的你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抱抱吧。名画逃亡，让世界名画跑得比博尔特还快，操作一样，点击对应模板，上传一张名画，注意选择一下上面影片的宽高比，点击一下生成，让画上面站了几百年的角色赶快下班吧。自定义模式，这个最牛，你可以自己编剧情，什么巨型猫咪占领城市、超人跳舞、自由女神跑路，甚至总统都开始八卦，通统都能安排。举个例子，选择自定义模式，先上传一个陈真，选择拼接模式，在右边再上传一个叶师傅，最后再写上一个提示词，然后点击生成。进阶玩法，比如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魔改影片，可以将影片素材播放到你想要的那一帧并截图保存，然后导入到 Filmora 中进行 AI 自定义，我们写上提示词，比如让陈真拿出手枪，最后点击产生。按照这个方法，我们将所有需要的素材都处理好，然后将所有素材导入时间线，再加上音效和特效，一部完整的魔改影片就创作完成啦。精武门陈真，咏春，叶问，哦吼。请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厉害！怎么样？是不是超级简单？靠一点脑洞，加上一点 AI， 爆款视频就这么轻松搞定。只需要一个创意 ，Filmora 就能帮你快速实现。赶紧去下载吧，用你的创意在全网炸翻！好啦。如果你也想学习更多 AI 魔改技巧，记得关注我，评论区见，我们一起玩转 AI， 搞定所有创作，拜拜。